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很多人都知道 Big Bang 队长基地，也就是 G Dragon 这个名字是基地的本名昆基翁的基加上翁的英文而组成的。不管是读成 G Dragon 也好 ，GD 也好，都非常时尚，译名取得真的是非常棒。而在昨天，韩国一位 rapper 在节目中表示 ，G Dragon 这个名字是自己取给基地的，而引起了小小的争议。 而有名的韩国第一代 rapper 胡宁浑昨天在综艺节目中表示，我说的真的是事实。小学五年级的吉勇跟我在录音室的时候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回答昆基勇，我就说了 rapper 要有个绰号，吉勇，那就叫G-Dragon吧。就这样一起在那个地方给他取了这个名字，所以也制作了 The Nine Years 这首歌。但是在节目结束后，另外一位韩国第一代 rapper 很强，在自己的IG公开举击了胡宁浑，好傻眼胡宁啊，不要这么无耻的撒谎。什么叫你给取了 G-Dragon 这个名字？我给吉勇取名字的那一天，你都没在现场，在我第一天。 见到吉勇的时候，决定要一起合作一首歌。对，当天在录音的时候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。之后在完成 The Night Years 的歌词后，我为了照顾你，把我的 part 中的8句给了你，让你加入了，不是吗？胡尼啊，能把这个事情说成是那样的你，也太厉害了。马上胡尼虎也在何音枪的 IG 底下留言。音枪，我好几次都有提过你的故事，然后记忆不就是回忆吗？我们在一起的，也不是以不好的用意说的，是因为我的记忆那样才那么说的，不要太生气。 每个人的周围应该都会有这种朋友，就是听了别人的故事后，假装是自己的经验在说给别人的人。不过你们两个人再怎么争 ，G-Dragon 这个名字是 YG 的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《방탄 B 소시 유나 的暖暖故事。2018年年末 ，MBC 가요대축제的时候，为了迎接猪年，属猪的 爱豆们正在接受采访。就这样进行着采访，离2019年1月1号也只剩下2分钟左右了。在采访完 B 死后，主持人准备要说年末结尾词以及新年倒数的这个时候，站在 유나 后面的几名对 유나 说：“还有一位属猪的 爱豆。”之后几名有向 B 确认，所以应该是 B 告诉几名的。유나 点了下头，表示知道了。跟 B 再次确认一次名字后 ，유나 在计算时间，准备叫那位 爱豆啊，要算好时间，什么时候比较好呢？刚才已经说了 ，Bix 是最后一个采访，要怎么开口呢？在 Yuna 的瞳孔能看到正在苦恼的样子。 Yuna 之所以这么苦恼的理由，是因为卡尤特确实是现场直播，也是跨年舞台，所以一定要分配好时间，要不然一不小心就会错过新年倒数。在2017年的时候，也能看到 Yuna 在新年倒数结束后才放松下来的样子。所以在 launcher 致辞的时候，一直在等待机会的 Yuna 看到疑似空隙后，就马上开口说了：“对，然后今年是黄金猪年，不是吗？现场真的有好多属猪。” 的人，我们可以再进一位吗？好 ，Seventeen 的Joshua，请出来，请到前面来。 对 ，B 拜托 Yuna 的就是 Seventeen 的 Joshua， 因为 B 记得 Joshua 的生日跟自己一样，都是12月30号，所以就告诉了 Yuna。 而 Yuna 虽然是紧张的跨年直播舞台，但是没有拒绝 B 的好意。 在 Yuna 的呼叫后，站在最后面的 Joshua 走出来，也跟 V 打了个招呼。 Joshua 单独采访，很满足的 V， 稍微放松的 Yuna。 之后新年倒数后迎接了2019年，成功完成任务的两个人互相拜年后结束了这场暖暖故事，真的好暖，两个人都太善良太漂亮了，长得漂亮的孩子们连心也这么美。V 跟女儿继续大发吧。 Thank you.